挨着东井。可以了，起点装备咱们再战啊，你不用起太好啊，你起太好我还要给你带装备，你就起点普通卡个战备进去啊。没关系的。那我下把不给你带装备了。啊，没事没事。八成了。好位置，左边可能会刷人啊，脚步有脚步，有人。还有一个。哪里也掉了，左边有一个，帅哦，我来了，掉两个，然后的话右边好像还有一个的，还有个 H4， 是的，已经进去了，我的鸭子大了，小心点儿，在楼上，这是把门防老，这是个六套子啊，这家伙，这位置很有可能会被架呀。你可以先不要着急跟我先跑，我先出去看一下师傅的安全，在楼上，在摸包呢，这是把压武器吧，该死心了，这个不要信啊，正常打，好的，双卡小伙子有点实力，但不过小心还有一个，以后得定个规矩，停止射击得把装备全部上交，不然的话你给我正面打，不然我损失多少东西啊，那等我不丢东西你就拿它，好，下个他要跟我们打，他要打架呀，那我不客气了啊，娇娇你上前面那个脚步你小心点儿。别了，他不会起二等相吧，他这个家伙别跑，牛逼娇娇，我没看见啊，娇娇厉害，对到我，他肯定背对你啊，他刚刚在打，这波绕后了，100 SVD， 哎呦，这是胜利品是吧？等我下次单排的时候，我们俩再 solo 啊，虾哥你这福利就到位了，他抱你有这形象，下次跟我 solo， 这个真人玩家肯定上来了，你先不要站在走廊啊，我再给你套包。你把他杀了，没事没事，有我在。他们俩都出大金了，他们俩都出了。知道了，对。晦气啊！一把小 M4， 外面好像又来人了。外面那个脚不像真人啊，兄弟。那脚。来人了。对，像真人的。又来。炸死了啊！这么厉害，那厉害得很。哎，我是谁呀、啊？真的是事情搞大了，娇娇。当你打死的那个小粉丝，他这下巴要狙击我，你可以帮我挡住他吗？好，我穿大白鹅，看你前面。谢谢。给你。什么东西啊？哎呦，吓我一跳啊！哎，我以为大金呢。OK， 我去外面摸个包啊。这刚我炸死的包，一把维克托，哎，想活在六五，门都没有，有枪声哦，小心点哦，我把装备准备一下，我们就回家吧。你的耳机都给我捡地上的耳机，空间。那我们走吧，我们回家了，回家。哎，咱俩就配合，天下无敌。是你太厉害了。哎，还是你这肉盾当的好啊。没人，回家吧。来了，那是圣诞老人。哎呦，枪忘记给我了。哎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那是我的枪，那只不过是背镜好像不是你。哎，我怎么这把打七个？我天哪，太帅了。